着牵挂，那些伤疤总会结痂，簇拥成时光的画中会有人为你摘下。外面的新闻也传得沸沸扬扬，我一直在苦苦支撑着杰辉。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谢谢。前一阵子你突然失踪，叔叔阿姨都不知道你的下落，他们应该也很担心你。你回去看过他们了吗？那个家不需要我，你别跟任何人说关于我的消息。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什么我都愿意做。基金现在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为什么让我去提报？应该要找一个更有把握的人去。因为你爱钱啊，你为了钱可以奋不顾身，有你这股冲劲儿，我想我们一定可以顺利地拿下微光科研基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开玩笑。我也没跟你开玩笑，苏维安，你呢也是做实验的人，将来发表论文你也是第一作者，只是一个十五分钟的会议报告而已，你难道还想让我这个通讯作者亲自上来？那方明凡也可以，为什么不让方明凡去？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啊？申请基金那么难的事情，我怕因为我的能力不足，到时候申请失败了，我会很内疚的。苏同学，你在天堂乐队里打的到底是什么鼓啊？退堂鼓啊？哎呀，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了。你自己想想看啊，我和方明凡平时手术排得满，我每周还要去学校上两节课，咱们组最闲的人就是你，所以提报项目的任务非你莫属。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赢得比赛？我会帮你制定一个详细的培训计划，到时候你照我说的做就行。背景介绍太浅，实验结果、图片和文字比例失调，讨论的部分缺乏重点，听的人稍微一走神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你这样的话很容易失去听众的。你这样的话很容易失去我的。
苏维安，你让我看你的方案，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希望我说你做的不好。我没日没夜做了这么久，总是否定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真生气了？嗯，哄也哄不好。好了，维安，我没有跟你说鼓励的话，那是因为我以为你知道，咱俩之间不需要说那些客套的话。我跟你说吗？那要看你怎么定义很熟了。再去改一个。把我刚刚说的都改咯。通过调节纹状体突触功能，以减少亨廷顿舞蹈症的运动障碍和纹状体萎缩，针对 HD 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缺乏而进行直接或间接补充资料等等。好了，我的起报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聆听。苏维安，到时候坐在台下的很多都是研究亨廷顿舞蹈症很久的专家，你认为你刚刚说的这些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说了这么多别人的研究成果，那你呢？你自己的见解在什么地方？提报时间只有15分钟，当然只能浅尝辄止。我觉得挺好的了，文安，你第一次提报就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比我第一次好多了。如果再努努力，肯定。回去重新准备。你既然都已经站在了发言的位置，那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分享自己的见解。你刚刚说了这么多，但是每一句好像都在说，哦，我是个新人，我了解的不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别去丢这个脸。知道了，我会继续补充材料的。好了，韦安，去洗澡睡觉吧。不去。怎么了？我要发愤图强，省得你在别人面前老是数落。我对你严格要求，那是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你现在的成绩都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你老是当着别人的面说我，会显得我很废。不会的，我们科室的人都知道，但凡我会提出问题的，那都是我认为到了及格线的，否则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直接退回。所以我现在一直徘徊在及格线啊。你的及格线要高一点。所以我爱训就比别人多一点。好啦，你现在呢不适合再看电脑了，过度疲劳对你不好，快去洗澡睡觉吧。嗯，行，方案还没背熟呢，要睡你自己睡。别等一下名师出不了高徒，全怪在我头上。你刚刚说什么？我一个人睡。嗯。是不是高徒我不知道，但一定是爱徒。好了，韦安，明天呢我会对你进行系统的训练，现在呢你赶紧去洗澡睡觉吧。嗯，世界公开演讲锦标赛冠军的获胜秘诀呢，就是练习直到完美。苏维安同学，咱们开始练习吧，做好笔记哦。基因疗法可以
彻底治疗单基因造成的遗传病，或通过调节运转失常基因治疗。停，你不能像台机器一样直接把 PPT 给背出来，要加上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见解，声情并茂，有激情的讲述。世界范围内被批准的智力 DNA 反应寡核苷酸、小干扰 RNA、 脂质复合体、病毒以及遗传工程细胞治疗产品都被列为基因治疗药物。停，肢体语言太多，这样只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外泌体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的功能集中在外泌体控制错误折叠的蛋白质积累以及Portal Parties 也有显著性效果。停，英文如果说不利索的话就直接说中文。停，我累了。好，那我们中场休息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干嘛好端端的带我来商场啊？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背几个单词呢。参加这种大型会议也是需要穿正装的，你有正装吗？你的着装代表着我们整个项目组的形象，可不能马虎。可以的。这个不错，就这个吧。这确实不错。可是你这个裤子会不会有点短啊？还好吧。你到时候是站在那个演讲台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腿。看不到腿不是正好吗？我觉得太短了吧，这个。人家本来就是短裤，能不短吗？就这个了。好吧，就这个了。伟安，将来我们结婚，一定要选长款的婚纱。谁要跟你这个大魔头结婚？我又不是受虐狂。回家之后，大魔头心甘情愿给你打工。怎么，苏伟安？当初你哭着求着要做我女朋友，不就是为了要嫁给我吗？算了吧，我可不希望你中年丧偶。苏伟安，你是对我没有信心吗？我对你很有信心，你这么优秀，不管几岁都会非常有市场的。你这个小脑袋瓜一天到晚都想些什么呀？我说的是我们可以早日研发出新药。广告哪儿都塞。舞蹈症康复交流会。
我们心系你我，传递温暖。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的交流会，请这位朋友先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我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哑铃，帮她锻炼肌肉。有一天，她乱挥，把家里电视都砸了。我跟她说没事儿，砸了再买。我爸爸说，买了也会砸。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看过电视了。最近我爱人啊，吞咽开始变得困难。有一天他吃桃子突然给噎着了，把我给吓的。现在我们家吃饭啊，我都单独给他做成流食，什么粥啊、菜啊、肉啊，都打成糊糊才能吃。我们舞蹈症患者离不开家属悉心的照顾，让我们给他们二位鼓鼓掌。那么下一位，谁还愿意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我看你来过好多次了，但是从来没有听你发过言。我的女朋友被查出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不过她现在还没有发病，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照顾她的心得。我很好奇，你女朋友还没有发病，你怎么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呢？我女朋友她是父系三代患者，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发病，但是我非常的爱她，我希望自己可以陪着她一直走下去。而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我的前辈，你们自己的经验对于我来说都非常的宝贵。那我来这里其实就是想先提前学习一下，为将来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困难提前做个准备。我自己是一名医生，目前刚刚开始研究治愈亨廷顿舞蹈症的药，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研究出来最终的治愈方法，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会一直努力下去。让我们给他鼓掌。阿姨，这个是你塞的呀？你就是为了让我听到这些是吗？阿姨，我知道您现在一定还在生我的气，但是刚刚我说的所有话每一句都是真心的，我就是希望您可以放心的把维安交给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照顾他。你真的有信心能照顾好他吗？我有。伟安将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或许我比您更加的清楚。照顾伟安这件事情，没有人比我更加的合适了。之前让您和维安平白无故地受到伤害，我在这里真心地向您道歉，我也向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请阿姨您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Thank you.
来，里边请。妈，哎。你怎么来了？你带我妈去哪了？秘密。秘密，快坐，吃点水果。好嘞，阿姨。哎。去哪儿了？跟你说了吗？秘密。不是妈，你怎么又变脸了？你这节奏都快跟不上了，不生人气了？哎呀，我看小姑对你挺上心的，把你交给她，总比交给别人放心吧？啊，这顾医生啊，哪儿都好，就是眼神不好，非得跟你女儿死磕到底。哼，我女儿人美心善，还努力，她要是打算跟我女儿死磕，那就证明她眼光好，是吧？真不生气了？哎呀，好了好了，人家自己在那坐，给人倒点水。伟安，不要紧张，我相信你可以的。咱们准备的这么充分，接下来就交给运气吧。但是我运气一向不好。你的运气是挺不好的，一共八个队伍，抽签抽到我们最后一个奖。那怎么办？你放心，对于能力不足的人来说，排在前面确实是有优势，但是你在最后一个，如果你和他们的对比够明显，就更容易胜出。加油！加油！加油！走吧。希望随着科学研究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干细胞能够真正的广泛应用于临床，放轻松，为 PD 患者解除病痛。我的汇报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下面有请第七组杰辉医药晨光实验室市场部经理温冉。杰辉，他怎么也来参赛了？杰辉居然能看得上这么小的相机，真是冤家路窄。大家好，我是杰辉医药公司的市场经理温冉，下面由我来讲述一下这次的课题：如何靶向清除 HCT 蛋白，用以治愈亨廷顿舞蹈症。这个课题和我们的也太像了吧？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由 HCT 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患者体现于全身肌肉不自主的抽搐。研究发现，患者神经细胞内 HCT 蛋白结构异常，在细胞内过度聚集，无法被清除，干扰突出小泡的运输，抑制神经递质释放。杰辉，你没晕？哎，你们看，杰辉的专家团队里写着研发部主任贺晓光，他什么时候投奔了杰辉啊？贺医生从华人离开，还能带走这么重要的资料，不得不说我很佩服。说吧，想要什么？我要求全面负责杰辉的药物研发管线，外加一个独立实验室。还有吗？年薪是华人的三倍。成交。温冉自从离开华人，学术水平进步这么大，
这绝对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水平，他背后一定有军师。那现在怎么办？别紧张，就按照我们准备的方案来，相信自己。下面有请最后一组，来自华人医院的课题组，演讲人苏维安。加油！加油！各位评委，各位领导，大家好。今天我要汇报的课题是 HTT 蛋白抗体清除体系研究。这刚刚好像说过。什么呀？这不是跟杰辉的课题一样吗？对呀，一样的。他还能研究出什么花？云晨，还是你想的周到，提前公关了组委会负责抽签的人，让苏维埃排在我们后面，效果大打折扣。我们都知道，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是由该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所决定的。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错误折叠的蛋白容易聚集在一起，从而导致蛋白沉淀。你倒是讲点新鲜的吧，都听过了。这边不错，基本上都已经熟练了，鼓励。真的？嗯。那要是打分的话，这一次表现能打几分？怎么的也得有一个七八分吧。才七八分啊？嗯。这么低。那怎么样才能拿到满分？永远都要有 Plan B。既然大家已经听过了我们的课题，那我就说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为什么我们想要研究亨廷顿舞蹈症这个课题？其实，我只有本科学历。本科啥？苏安又想搞什么鬼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因为我本人就是一名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的携带者。小老板，苏维安这可是自杀式发言。3年前，因为我父亲的突然离世，医生建议我去做基因排查。得知结果那一刻，我非常绝望。这对当时身为一名医学生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医生告诉我，只要舞蹈症一旦发病，我就根本不可能再拿手术刀。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那个时候，我突然失去人生方向，很迷茫，一心只想逃避。后来我去了国外，我拼命赚钱，企图为自己的人生找一条后路。亏得自己还好意思说。但是很遗憾，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后路。所以现在的我非常后悔逃避那3年。提取细胞蛋白1小时，转膜封闭2小时，结合依靠需要12小时，一天为什么只有24小时？我经常拷问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早一点回归科研，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推进这个项目？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让同样绝望的人看到希望？就是因为可以看到生命的尽头，所以我才想要更加努力地奔跑。请大家相信，我一定是在座的人当中最迫切希望可以研究出治疗亨廷顿舞蹈症药物的人。尽管前面的路很难，我们一定会燃尽生命，找到那一束微光。谢谢大家。
面有请微光基金董事为我们公布结果，有请。那么接下来我宣布，此次获得我们微光科研基金的是华人医院亨廷顿舞蹈症课题。你们在哪？太好了，小老板，我们有钱了。凭什么又是苏维安赢？难道卖惨就应该获胜吗？我不服。杰辉本来就不缺这笔资金，那为什么我们来参加？为了告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回来了。小姑娘，你很勇敢也很真诚，我见过许多课题组能坚持到最后并且成功的都如你一样有一个孤勇的性格，我很看好你们的项目，希望你们日后好好努力，早日取得突破。谢谢。我们做到了。对了，伟安，我们做到了。伟安，接下来你得细化方案。你也是。伟安，刚才的演讲很精彩，赢得基金实至名归。这微光基金的组委会也太随便了吧，这卖惨也能赢得了比赛啊。卖惨？还有人比我更惨吗？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小偷窃取成果。你是想说我没有抄袭了你们的课题吗？抄袭也是需要技术的，就你们刚刚那个 PPT 完全是直接的复制粘贴。没有证据不要凭空污蔑，撞了课题只能说明亨廷顿舞蹈症的主流研究方向就那么几种。好呀，那今后的研究大家各凭本事吧。那你们要抓紧时间了，杰辉可不会原地踏步的等你们。好，袁，走。来的没标一样，跟隔壁组借的。那我们自己那台呢？坏掉了，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呢。坏了？对啊。那你拿给我，我来修。动物实验室情还没准备好呢，别浪费时间在维修上。那就再买一台吧，不能总用别人的呀。这没标一我们自己每天都要用的。没标一一台一两万呢，我们哪买得起啊？而且我们申请到的微光科研基金已经在分子阶段用的差不多了，动物实验还需要更多的钱。哟，涂董来了，有事儿。这里是杰辉，不是华人医院。我请你来，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哎呀，这个理解您的心情啊，非常着急。但说实话，比你还急呀。但是实验阶段真好东西是不可控的。什么叫不可控？我给你花了那么多的投资，帮你请了那么多国外的专家，全打水漂了。顾云珍跟苏维安什么都没有，都能筛选出有效的化合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阶段。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我花那么多的高薪请你来，意义何在？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看啊，我来之前，这框架是他们打好的，对吧？我来之后，总要花时间去消化吧。而且我也筛选出了几个化合物，你得给我时间去验证有效性啊。你只要告诉我一句话，行还是不行？当然行了。好，那我就提醒你一句话，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为什么我这个标准曲线不成线性啊？是不是蛋白测的不够准？我都测了好几遍了，而且以前也没有这种情况。那你想想看，最近有没有改变什么变量，或者改变过什么实验条件？我在网上买了一个96孔板，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那十有八九就是他了。韦安啊，你不要因为资金的事情过于发愁。一味的节约，只会浪费的更多。你呀，就放开了去做，资金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嗯。照这个进度看，今天又不能准时下班了。别说了，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我女朋友了。再这么下去，时间结果没出来，我女朋友就要先飞了。你还好，还有个女朋友。我呀，连个相亲的时间都没有。孤独是我们科研狗的宿命啊。喂，小童。对不起，我给忘了。怎么了？我忘了我女朋友约我看电影，她让半个小时出现在电影院，不然就要跟我分手。可是我这一趟的结果还有3个小时才出来，来不及啊，这样。我帮你吧。这么好啊？前提是你得借我几个离心管。没问题，只要我能去陪我女朋友，实验室的离心管你随便拿。谢谢苏医生，那我预约你明天的时间。当然没问题了，包在我身上。下班回家。不行啊，这些东西还没弄完呢。这些好像不是咱们的实验。对啊，你看，这些我一分钱都没花。你今天一直在做这些？对啊。对不起，薇安，让你受苦了。一点都不苦。今天晚上实验室的奥运冠军肯定是我。那我陪你一起。好呀。好了，现在需要把这些培养皿以一小时为单位观察起来，然后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好了。是茫茫中迷途的人，找寻遗忘。
老师，您赢了。你这放水放得很明显呐！啊，怎么着，故意输给我呀？是老师您自己赢下了这一局。哼，少废话，这步棋啊，明明可以放在这儿胜算更大，啊，你却偏偏的自投罗网。我这一招啊，确实是有破绽，但是如果您没有看出来，我下在这儿就可以反败为胜，所以还是您棋高一招。哼哼，哎，我说嘛，怎么今天下班之后，这么爽快的就答应我下棋？说吧，有什么事情啊，要找我？老师，我需要资金。你们不是申请到了微光科研基金了吗？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我们已经准备进入动物实验，亨廷顿舞蹈症的转基因模型鼠确实十分昂贵。你们这个课题啊，经费不充足那是很正常的，如果经费充裕那才不正常呢。如果现在转回胶质瘤还来得及。我是不会改变我自己的决定，其实我也就是来试试，如果老师您这堵墙我撞不破，那我就去撞别的墙。嗯，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是这个臭脾气。那这样吧，回头呢你先整理一份你们实验的进度资料，我帮你推荐给几家药企的负责人，但是丑话说在前头，结果怎么样我可不敢保证。老师，我就知道你是不会不管我的。哎，时间还来得及，咱们再杀一盘啊。来。沙漠。